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画外旅照福禄之章第三天豪情万丈道恐惧或是忧伤元神 4.8 拍照活动攻略。拍照活动第三天，第一章可以用钟离或者香菱等长柄武器角色，视角要包括两个圈，然后要等角色出待机动作。タナと酒を手に手筋を堪能しようとしたが、あの、ロトアンも違う。ジュウユウとまだ。第二章要求单手剑或者雷角色，克勤和克洛琳德是完全符合的，都没有的话可以用凯尔。你那里把国外魔诺带给多，你以为克隆西来的博格视角也是要包括两个圆圈，任如悠悠要拍到重击动作。Yeah.